Hello， 这里是阳光硬朗冷酷男孩王奇博，他们都说我的肺活量很好，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吹气球我到底能把它吹多大，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能吹这么大，那你呢？想知道我为什么肺活量这么好吗？因为我的专业是流行演唱，我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流行音乐系。你们记住我了吗？我叫王奇博，我们冲！